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OK， 我们今天来到 Temple 的这家火锅店，日本火锅店哦。这间火锅店叫做 Shabu Shabu，OK、okay, Japanese Hot Pot Buffet， 它是吃到饱的哦。对，然后不过这间店它的选择会比之前我们介绍过的火锅店的选择还要来得少。不过喜欢吃火锅的我们 ，OK， 还是不能放过日本火锅店啦。OK， 我们进去了 ，Let's go。好，我们进来了，这间日本 Shabu Shabu。OK， 它的 menu 长这个样子。然后现在 virus 期间，我们不能就是去它的这边的机器拿，然后都是他们那个 staff 帮我拿。然后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是柚子汤。然后这个是猪骨汤，对。然后我们点了一些肉，这是猪肉跟鸡肉，嗯。然后接下来等上菜咯。OK，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菜单，这个菜单是另外要加钱的，对。然后也是都是吃到饱的哦，对。不过我们是没有加啦，对。其实这一面就是无限续的，其实就已经可以吃很饱了。那我们现在肉放进去啦，汤开始滚了。OK， 好了，我们其他的菜来咯。这边比较特色的是这个，就是碎肉，然后可以自己做的鱼丸。噔噔，给大家看一下，很好吃哦。好，我现在要放这个，这个是绞肉吗？噔噔，嘿，然后两个都放。然后这个是猪脚肉，噔噔，明火。
有饮料机跟冰淇淋机、咖啡机，然后这边是酱料台跟青菜，然后现在都不能自己拿，都是大伙帮忙拿。然后这边是它的那个结账区柜台，它整个装潢很日式哦，很漂亮。OK， 我们吃完了，然后我们今天两个人是47.1元，对。好，我们今天吃完了，我们今天吃这家日本shabu shabu火锅。今天不用排队，今天是礼拜天哦。那我们今天两个人吃是47.1元，那给大家做参考咯。那我们乔言志下次见，拜拜。啊，好可爱！这四只在干嘛？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